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好像一幅中国的水墨画，有山有水有小桥，小桥下面的娃娃在蹦蹦跳。转眼已过了那么多年，仿佛都已经变成了黑白照。如今我已住进楼房，发现没了当年的欢笑。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开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梳小辫。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吃饼干。你拍四我拍四，四个小孩写大字。平庸的生活太过无聊，都像追随着成群光环围绕。你身价够高，弄几个保镖，还是陪我一起上班去挤公交。我发着自己都不懂的牢骚，想不想笑想疯，自由就好。谁比谁清高，谁比谁难熬，谁能明白活着才是最重要。现在也没来了，您今儿来点什么？把我那剩酒拿出来。得嘞，整俩凉菜。没问题。今儿我等人。您的酒。我说，你妈最近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劳烦您惦记了。这拆了，那以后有什么打算没有？嗨，这么大笔拆迁款，想干什么不行？要不是当初答应我爹的医院，我早不在这干。行啊，干点什么都行啊。老板，给我来一碗咱家那茄子卤面。得嘞。来一碗茄子卤面啊！您这是奔哪儿去？我刚留学回来，刚下飞机，这不马上就说来咱家吃碗面吗？那您今儿真是来对了，明儿我们这儿拆了，明儿咱这儿拆了，对，以后这可难了。得嘞，嗯。哎，对了，三大爷，您上次给我找那修车师傅的手艺真地道，给我那车石头的倍儿好。哎，那都不算个事儿。来，小菜。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卫视与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同步播出的特别关注。5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德国总理钦赛上会晤，记者在回答有关朝鲜半岛问题。老板，三份盖饭，三瓶啤酒，快点啊！来嘞。高二这帮孙子也太过分了，跟咱们弟哥也就算了，还找姑娘麻烦。要我说呀，必须办丫们一顿，让丫们知道这地儿谁说了算。是啊，三哥。服务点。老三，你甭管了。我一人给丫们都办服了。一个人还是太危险，毕竟他们人多。要不这样吧，三哥，我叫一帮兄弟，放学圈着丫们呢。我那正好有几个人，都叫上来给三哥出气。
老三，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去吧，多个人安全点。不用。三哥真硬，看他们以后谁还跟你欺负咱们。李正。走吧，拿刀那小子站住，你们叫谁呢？闭嘴。大爷，你叫我。就是你，把这带上，把那家伙裹厚着点，出了大事儿你扛不住。孙大爷宝宝喂了啊。嗨，小菜一碟儿。姐们说多长时间了，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这么大个人了，天天跟家待着也没正经工作，你别老怪我说你难听啊。到时候你说我爸能同意我嫁给你吗？咱俩现在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大人了，我想跟你有个正经的家，你懂不懂？行，我答应。要是去不着你，我不他妈白砍牙了。还好意思提，要不当时那大叔跳你一刀，咱俩现在就号不见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啊，咱俩工作这工作的事儿你也别着急，慢慢找。这边不也快拆迁了吗？到时候两套房子咱结婚应该也够用了。大哥，给这个人打电话，你就说三哥让你。谢谢你啊，没事儿，没事儿，好好过日子啊。大爷给你添点菜啊。哎好。哎，我说大侄子，哎，你那不叫的儿子最近怎么样啊？嗨，这么多年发小了，人现在混得可牛了，在那个什么南方，捣鼓那叫什么啊，房地产，倍儿厉害。行。真他妈能折腾！您慢吃啊。好嘞。叔，哎，朝您给我带两瓶酒啊。哎呦，对不住叔，我们店名拆了，现在只有点凉菜还有火锅，您看怎么着？哟，那不行，咱换一地儿吧。就是他吧，锅子也成，好多年都没吃了，点吧。来瓶牛二。牛二。两盘羊肉。啊。粉丝白菜，鲜豆腐，就是他。粉丝白菜，鲜豆腐。得。我先给你妈搅事儿哈。好嘞，好嘞。现在这手机真够先进的啊！不能没人给你铺一个更好的。好
好的是好啊，不会玩啊还得学呀。酒来了，你二位先喝着啊。好，得嘞，谢了啊。没事。兄弟可算是他妈出来了，13年了。跟你说，以后可别他妈那么愁了，现在跟过去可不一样了。我知道。来，喝。您吃点什么？一碗炸酱面。炸酱面。这小子一看就是有事儿。你怎么知道啊？一看就能看出来。不抽了，当初答应媳妇儿戒烟就是在这个地儿。哎，你知道吗？当初找你媳妇儿麻烦那主任没两年压也下岗了。您二位的小菜啊，谢谢谢谢。当初你揍了丫之后，这一片都传开了，都说丫不是什么好东西。自从那次你来告诉我那件事儿，真是好几年都没睡过好觉，想想那时候真是太年轻了。你说你也是，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当时你图什么呀？一个典型弄了你13年，判了就判了吧。现在最后悔的事是没有好好陪陪他。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看开点吧。嘛呢？后面，小黑，该去哪儿去哪儿呗。人呢？孙子没给钱呢。别追了，大侄子，记三大爷的账上。三大爷，那就听您的。行嘞，我再给您加点菜去。行啊。那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啊？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儿子后来怎么样？哎，听说那小子挺有出息，他姥姥给他供上大学了，现在在南方读书呢。小子还是随了爹了。哎，对了。头两年趁着时候好，干了个汽修厂，就在汾中寺那边。咱俩一起干呗，你也得为后半辈子着想。行，我看看吧，到时候我过去给你帮帮忙。得，洗个澡去，去旅会去。行，老板结账。行，来走。一共是146，你看一下。好嘞。嗯。
三大爷，这点了，您等的人还来吗？您说吧，等到几点我都陪您啊。这还差不多。Thank you.